大家好，我是奇想创造谢荣雅。设计师的使命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要是遇到缺水情况，如果有一台智慧家电可以兼具制造干净饮用水、除湿和空气清净功能，不知该有多好。不是想象，是真的实现了。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台北 Bravo FM 91.3，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.7。我将和您分享设计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。